三姐，这样子操作，那个盆马机不开了，开成墨盒了，开成墨盒就开，我看开十二台的，我发给你了，然后剩余的我转四张给你，然后改成这样来算了，盆马机我找其他家想办法。今天开吧，今天这个月刚好时间可以开，然后做合同，然后款，然后上次不是有一笔。前面打了一起，然后我们算了一个月。哎，对，你先开，对，你先开吧，我就接着就上场，好。哎，大头的机器的话，今天还是多久给我发？尽快发吧，准备货了，发，发，发。我发你了，就是三十台大，哎，好的，来开个票，大家都把手机工作放一放，我这里放过来。